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跟我一同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606页第二行第二句看起，谭鸾大师注曰，这个注就是往生论的注解啊，前面论里头这几句话啊，谭鸾法师有注解。注解里面说，此三句辗转相入啊，你看呢，极乐三种庄严如一法句，一法句又入清净句啊，清净句呢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所以谭鸾大师说这三句辗转相入，一合一名之为法啊，一法句，法是什么意思啊，以清净故啊，法是清净意思，说一合一啊名为清净，那什么叫清净呢，以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这叫清净，真实智慧者实相智慧，实相无相，真知无知也啊，这个话我们很难懂，真知无知，体无知，真的是无知，它起作用呢无所不知，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佛法求什么，求无知，世间人求有知，有知起作用啊是有所不知，他不知道怎么太多了啊，无知是真心，是自信，是清净心的本来面目，就是真心啊，真心无知，但是起作用无所不知，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啊，世尊给我们的例子我们要细心体会啊，你看世尊49年讲这么多经
我们看了之后，真是无量智慧呀！赞叹他，他无知。啊，经从哪里出来的呢？经从众生感应出来的。啊，众生有感，他就应。啊，菩萨心有感，应的是大乘菩萨道。声闻缘觉有感，应的是小乘经论。啊，无论什么人，你有感他就有应，你没有感他就不应。不应的时候是无知，啊，心是定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那么在中国，六祖慧能大师也是无知，啊，就是证得无知了。证得无知，就是明心见性。啊，佛教的经典，他一部也没听过。啊，听《金刚经》，五祖跟他口述，我们看到他从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就开悟了。啊，这一句话在《金刚经》里面大概是五分之一吧。啊，《金刚经》5000多字，啊，等于说是涉了将近1000字的时候，他就开悟了。悟了之后，《金刚经》全通了。不但《金刚经》全通了，释迦牟尼佛22年所讲的《般若经》全部通达。啊，49年所说的一切法通达了。啊，事出世间事情没有一样他不知道的。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全知道。啊，所以一般看到无知，好像什么都不知道。是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知道。你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妙在此地啊，这就是佛法所求的戒定慧啊，他要求定啊，世间人心浮气躁啊，不能够理解啊，无知。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一段，从佛学大字典上记录的。真知极静而不动，啊，真实智慧是从真理来的，是从极静当中来的，是从不动当中来的。不动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起心动念就动了，啊，起心动念是迷，叫一念不觉，啊，起心动念是不觉，他动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学校里讲的这个爱字，啊，特别把爱字当中那个心，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爱字里面的心要不动，就是真爱，是信的，啊，是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啊，是宗教里面讲的神爱世人，啊，很多人把神爱世人呢都搞错了。啊，因为神爱我不爱他，啊，都这么想法。啊，他全搞错了，啊，神爱是人，那个爱是真爱，
真爱是没有起心动念啊，心一动就迷了啊，这一动啊，我们中国人叫它做浅，啊，情怎么迷了？它本来是智啊，动了的时候就迷了，智就变成情了。啊，情就是起心动念，极其微细。啊，我们中国老祖宗知道，啊，这一动啊，动了怎么办呢？动了要把它落在。落实在道义啊，跟道相应，跟义相应，这就是圣贤。跟道相应的圣人，跟义相应的贤人啊，这个就好比佛教里面的声闻缘觉啊，他没有到菩萨的境界啊，他是世间圣贤，用情没有用错啊，用在正面上，没有用在负面上啊，这是好的。虽然不出六道啊，他绝不堕三恶道啊，他享受的是人天福报。那么佛教菩萨，菩萨有情，就是他有起心动念，叫他觉，觉而不迷。啊，这个比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的高，啊，觉讲的高。啊，觉里面生智慧，智慧呀。能把情化解了，实际上情就是智，迷了的时候智慧也叫情，觉悟了的时候情就是智慧啊，是一体，两个作用啊，悟的作用，迷的作用啊。那么菩萨虽然有情，他觉而不迷，那么他起的作用跟佛很接近，完全起的是正用，正面的，没有负面的，这是好的啊。那凡夫这个情跟觉不相应，跟道义也不相应，从前人讲道义，现在没有道义了，跟什么呢？跟欲相应的，这个麻烦大了。跟欲就是其情无欲啊，说粗一点的话呢，就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那跟这个相应，这个相应就造无量的罪业啊，果报这三途啊！啊，我们常说用错了心呐、啊。啊，从外面来看呢，都是这个爱，啊，爱里头的心不一样。啊，诸佛如来的爱，是真知极而不动。这个很难懂啊，真知极而不动，在菩萨里当中，哪一个等级的菩萨跟他相应？大乘经常常讲八地以上啊，七地是不动地八地以上啊，见到宇宙的缘起啊，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
啊，阿赖耶业相怎么来的？怎么回事情？啊，转向境界相怎么产生？怎么形成宇宙的？啊，这些非常非常微细。啊，一念当中啊，它全成就了。有次第，次第太快了，我们没办法觉察到，就是一念当中完全成就了，从迷到整个宇宙的出现，一念，啊，一念多长的时间，我们要记住，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啊，32亿8000年。我们把用中国的算法，320兆，啊，百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啊，320兆，这么快，这一弹指，我们怎么能知道？啊，这一弹指。从一念不觉到整个宇宙的发生，是一念之间。那么一弹指呢，已经有320兆个念头了，发生了。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认清楚，整个宇宙是假象，不是真的。啊。变法界、虚空界是幻象、梦幻、泡影，啊，不实在的。既然不实在的，你可以受用它，决定不能执着。啊，你执着就错了，不能分别。啊，不分别不执着，在这个里头应用。自在啊，一切随缘呐、啊，啊，那是真知现前，啊，真知寂静不动现前了啊，绝一切分别，为之物质，啊，与一切法都没有分别，没有分别是平等。有分别就不平等了，啊，不平等是烦恼，啊，不平等就造业了，啊，执着那个业就造得更重，啊，佛菩萨在这个世界随缘建立佛法，啊，像建立个道场，释迦牟尼佛没有物质有形的道场，它有精神层面的道场。啊，有没有分别执着的？没有。这就对了。这就是真实智慧，真实知己，真实利益。啊，如果有一念分别，就堕落下来了。那不叫佛了。啊，那叫菩萨了。啊，菩萨明了事实真相。啊，建立道场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所以他很如法。啊，他在道场建立道场，弘法利生。得大自在，啊！如果有分别、有执着，他就不自在了。啊，不自在就是造业，业要是全为众生，是善业。里头掺杂一点点自私自利，想在里得一点好处、得一点名利，那就叫恶业。啊，恶业再小都是善土。
啊，非常可怕。啊，善业呢，有三善道。啊，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必须绝一切分别，离一切执着，这叫无知啊！啊，因为这里说是无知，讲的知，所以只讲到分别，不再讲执着了。啊，执着已经不是知的范围了，而是行的范围了。啊，起心论语。若心起见，你看心起心了，起心动念了，啊，起个见的，再有不见之相，心心立见，即是遍照法界一故。讲得好啊，马明菩萨讲的。啊，这是真正明心见性之人呐！啊，心里头起个见，起个见就是有分别有执着。你能见到一部分，还有你见不到。啊，我们现在不就是这样的吗？啊，我们有见。念念心起见，前面这个念头灭了，后头又生了。啊，不是相续，二是相似，啊，这个搞清楚，啊，没有相续的，啊，为什么它不是真的？啊，这一个相。一个无蕴起来了，立刻就灭掉了。第二个无蕴又起来了，啊，跟前面那个相似，不是完全相同。我们从小圈圈看好像是相同，放大看就不同了。你放大到整个宇宙，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它是相思相续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是佛给我们总结的啊，整个宇宙怎么回事情呢？真相如何？真相如是啊，了解真相之后啊，对于一切法啊，至少要做到不分别不执着啊，我们就得定了啊，这个定不是大定，声闻缘觉的定也不错了啊，超过世间四禅八定啊，如果这里面有分别执着，是世间禅定啊，世间的四禅八定，四禅色界定，四空定是四无色界定啊，感得的是这个境界。啊，那么摄心一出，佛所说的智心一出，执心一出，多难！我们自己可以实验的。啊，你试试看，把心放在一处，能做到吗？
啊，宗门里面最普遍的藏话头，把心放在话头上。啊，就在这一句，念念不离这一句。啊，希望其他的念头全没有了，就得定了。啊，实在讲，把心系在一个话头上，不如系在阿弥陀佛上。所以念阿弥陀佛跟禅宗参话头没有两样啊。啊，都是要把心啊拴在这个地方啊，心像野马一样啊，像猿猴一样啊，把它拴在柱子上。啊，不准他乱跑，就这么一个意思。啊，那我们用念佛这个方法，果然念佛功夫得力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心啊，真拴住了，真在这一句佛号上了，这就叫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有事业心，有理业心。啊，事业心不乱，执着没有了。啊，你看执着这个烦恼断掉了。啊，他那个定功跟阿罗汉一样。啊，事业心不乱是阿罗汉的境界。啊，离业心不乱是明心见性菩萨的境界，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像慧能大师那个境界。啊，理业心不乱，生十宝庄严土；事业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啊，我们功夫没有到事业心，直到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是确实，24小时心里只有佛号，没有别的东西。但是烦恼没断，只是烦恼啊，被我们念佛这个功夫控制住了，烦恼不起作用。啊，不念佛的时候烦恼起来了，念佛的时候烦恼不起来，这叫成片。啊，功夫成片，就决定往生。啊，你往生有把握了。啊，功夫成片。也有九品，啊，上上品到下下品也有九品，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一样，但是佛的加持力，啊，没有一个众生呢不得佛的加持，佛的加持力了是相对的。你有一分功夫，佛加持一分；你有十分功夫，佛加持十分。啊，所以我们功夫成片浅，啊，不是很深的这个功夫。啊，从哪里看呢？不念佛的时候就会有妄念现起。啊，这就是我们功夫不够。啊，但是这样的功夫，阿弥陀佛一加持，哎，不念佛的时候啊，心也清净，啊，只能加持到这个样。啊，如果是功夫成片，有上品这个能力，啊，上三品的能力，可以自在往生。啊，我现在想往生，求佛来接引，佛就来。我有寿命的不要了。啊，真自在。啊，那么佛力加持，功夫成片，把你提升一级，就提升到事业心不乱。得事业心不乱的人，往生的时候功夫提升到理业心不乱，肯定。就是加一倍啊，
佛帮助你的这个力量是加一倍的。啊，那么我们至少要争取到这一句佛号念念相续。我们看高僧传，啊，同一类的净土圣贤录是往生传，啊，过去这些念佛往生的人，他们是怎么样成功的，怎么去的，啊，再观察我们眼前有许多念佛往生的，啊，我在这几十年当中见到的听到的完全是真实的，有十几个人 啊这给我们做了证明啊，它不是假的，它是真的啊，谭学法师决定不会骗人。这两个例子是他亲见的，跟他有关系的。啊，郭路江跟修武法师。啊，郭路江一句佛号走了，没有一句话交代留下来。啊，修武师有。修武师告诉老和尚：“啊，我往生的时候到了。两天前告诉他，定西法师问他还有几天，他说不出十天。”第二天他又去找他，明天往生。道场人多，正在准备传戒，多热闹啊！啊，怎么会是假的呢？啊，四十多年前我在佛光山教书，啊，佛光山的长工，啊，佛光山的工程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啊，专门有做工的人，一辈子在山上做工的，长工，啊，将军像的人，跟佛光山隔壁，佛光山大树像。隔壁是将军像，啊，这个工人是将军，家住在将军像，啊，邻居老太太念佛三年站着往生，他亲眼看到的，啊，他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是一年前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听了深受感动，他劝我们念佛，他说念佛是真的，不是假的，亲眼看见。啊，我们这些出家人当他的学生，他跟我们上了一课。啊，在外国也看到。啊，所以确确实实不是假的。我在新加坡，新加坡监狱里面有死刑犯，啊，死刑犯等于是预知时至，他知道他哪一天走啊。啊，李慕元居士到监狱里面去
跟他们讲佛法，劝他们念佛往生，真干。为什么？他知道时间不多了，拼命念呐、啊。啊，新加坡这个死刑是吊刑，啊，不是枪决的，是吊，上吊，吊死的。啊，一般吊死的人样子很恐怖，这个些受刑念佛的人面目很好看，没有一丝毫啊恐惧，他很安详走的。啊，火化的时候有舍利。啊，林牧原把这个舍利带回来给我们看。啊，我看到一个是紫红色的。啊，能不能往生呢？决定能往生。造无逆失误的罪，毁谤大臣的罪，临终能够忏悔。啊，能够认错，后不再造了。啊，求愿往生，阿弥陀佛，统统摄受。啊，决定来戒烟。啊，只是这些人在受刑的时候，啊，死的时候，啊，他没有机会把他见到佛像，告诉大家。啊，他没有这个机会。我们相信，他走的时候决定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我们对这桩事情啊，要深信不疑啊，我们才有份呐、啊。这一生没有白来啊，啊，世间的一切。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不可以有名闻利养，丝毫名闻利养会障碍我们念佛往生，那叫不值得，啊，大公无私，为正法求助。啊，在社会上做一个好的影响，正面的影响，告诉大家念佛是真的。啊，像刘淑群居士一样，表演一个，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满面笑容往生。啊，这个他做到了。啊，他念佛多久啊？刘淑云告诉我，大概4年吧。啊，不是很久啊。啊，刘淑云学佛，他还没有来，还不相信了。啊，刘淑云学佛17年了，他姐姐才4年，走得多潇洒，多自在。啊，他说得清清楚楚，他是来跟大家做证明的。他还有阳寿，不要了。啊，给我们做证明，学佛的人有这个能力，想去争取的成。这个用心太重要了。下面净土论注，这个论注就是坛能法师的，坛能法师说的啊，摄相无相故啊，真知无知也啊，中间省掉了无知，故能无不知，就是无所不知。啊，那么佛法讲究的就是戒定慧。
啊，戒定慧，定是枢纽，啊，戒是方法。是手段的手段啊，那么持戒目的是得定啊，目的不是修福，要是为修福持戒，他得的是福报，三界有漏的福报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持戒修福是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要明朗啊！啊，绝不为世间名闻利养。啊，我持戒的目的是得定，得清净心，这就对了。得到清净心。这叫念佛三昧啊，三昧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叫禅定啊，那就是禅定。大乘教84000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门道啊，方法门道有84000，给诸位说，通通是修禅定。84000种法门，那就是戒律。无论修哪一个法门，一样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佛在《金刚经》上说的。啊，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门道，方向是一个，目的是一个。啊，所以为不同法门而起争论呢，是毫无意义的。啊，那是错误的。应该怎么样？应该彼此尊敬，彼此称赞。啊，每一个法门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我这个法门好，他那个法门不好，岂不是谤佛吗？啊，自己以为不错了，护自己的法门，啊，回谤别人，自赞毁他。要知道，你造的罪业是地狱罪。为什么？你谤佛，那佛传的吗？那个法呢？法是佛传的法，你谤法，还谤僧。依照那个法门修学的人是僧，你毁谤三宝，就是阿鼻地狱的罪业。你何苦来呢？啊，不同的法门，我们完全了解事实真相，要互相赞叹。啊，所以古德说了一句话，说得好啊，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啊，彼此互相赞叹，佛法就兴旺。啊，个人根性不相同，他喜欢走那条路，我喜欢走这条路，根性不一样。啊，最后到达的目标相同。啊，不但佛法法门不一样，如是，乃至于其他宗教。我跟宗教界基督教在一起，跟伊斯兰教在一起，我说我们走的路不一样。哎，非常可能，将来我们到达的地方是一样的。他们很开心啊，你们到天堂了，哎，他到天园了，我到极乐世界了。到达一看，怎么你们都在呀？我们大家又在一起呀！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凡夫不知道，这佛菩萨这些圣人呢，
你是什么样的根性，他就化什么样神度你。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多清楚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就用什么身。啊，应以佛身得度现佛身，应以比丘身得度现比丘身。啊，应以神父身得度就现神父身，应以阿訇身得度就现阿訇身。啊，阿訇是伊斯兰教的，神父是天主教的。佛菩萨随类现身呐，得大自在啊。啊，变法界虚空界，确实，一门是一切门，全包了。啊，这一门不是独一，是任一。任何一门都圆融含摄一切法门，所以对于一切法门我们要尊重啊，要赞叹，要敬仰啊，不可以批评啊，不可以说高下啊，把这种啊分别执着念头打掉。啊，才是真正佛门弟子啊！啊，大乘经契入之后，越想这个道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求道跟世间求学。求学天天呢希望有进步啊，佛法是求道，求道是方法了，是天天要减少，就是放下，天天放下，通通放干净了，把放下这个念头也放下，就成功了啊，三昧就成就，智慧就开了啊！维摩经续曰：“甚至无知，而万品俱照。”啊，甚至是地上菩萨以上啊，成为圣人。啊，他们确实证得清净平等觉啊，这是甚至无知啊，而万品俱照啊，万品就是万法，全宇宙一样不漏，他通通照见啊，照见，因为他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叫无知啊。起作用的时候，他什么都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啊，无所不知。为什么他居照万品啊？也就是他的清净心，他的平等觉，遍照虚空法界，万事万法啊，能够照见宇宙的边缘，宏观宇宙啊，也能够照见
微观宇宙。微观宇宙，今天讲的量子力学。啊，在一粒微尘里面，能够见到微尘里面的法界。啊，虚空法界。微尘里面虚空法界，跟现前见到的虚空法界是一样的。啊，虚空法界没有缩小，微尘没有放大，哎，微尘里头有虚空法界。啊，这个如果你要不信的话，啊，我们在这个外面看到楞伽山，楞伽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那个地方讲楞伽经的地方。啊，我们在外面可以看到，你用个照相机一照，它不就这样？你照相机就那么一点点大，你看楞伽山在里头，楞伽山没缩小，照相机没放大，还不就在里头吗？这就明白了啊！啊，大小不二啊！我们心性里面能照见极其微小的微尘，微尘里面见到的是无量无边的虚空法界。啊，就跟照相是一个道理。啊，照相，这个影保存在哪里？保存在晶片，啊，晶片像个小指指甲大，啊，里面可以容纳几万张，啊，这是什么？这是现在科学技术达到这个程度，啊，要跟自信比还差远了，啊，和自信比。这指甲太大了，这么大的面积才容纳这么一点点啊，自信里面一微尘啊，现在科学家叫微中子啊，微中子体积多大，科学家告诉我100亿个微中子啊，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绕着原子核转的电子，等于一个电子。也就是说，它的大小是电子的100亿分之1。那么小，那么小里头有整个宇宙。啊，变法界、虚空界都在那里头，一样都不缺。啊，谁看到的？菩萨看到了，万品俱着，他看到了。啊，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过，普贤菩萨能入微尘世界，微尘世界里有无量诸佛。他可以分身去参访，啊，上求佛法，下化众生，普贤菩萨微尘里头度众生，啊，微尘里面众生度脱了，我们现前这个众生也度脱了。那为什么它是一不是二吗？妙极了，这个境界我们是听经上说的，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就把它证实了。为什么？我们有文，有这个普贤菩萨的能力啊，《华严经》上所讲的境界，通通现在我们眼前。
啊，佛法无比殊胜的利益，我们统统亲证啊。大吉老师也就证得了，说法相无相啊，而殊行并因啊，法相无相啊，这个相跟心相相是一个意思。发生没有物质现象，没有意识的现象啊，就是念头没有这个现象，没有自然现象啊。净宗用长寂光来形容它，非常之好。长寂光就是法身啊，全宇宙只要有感它就能应，自然的应，决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物质现象它有波动的现象啊，发生一门眼眼成就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发生眼印成就它精神现象啊。自然现象我们晓得整个大自然是属于有机的，啊，法身也成就它自然现象，啊，法身感应成就一切现象，而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这个是佛法达到啊登峰造极、究竟圆满的境界。这个境界是真实智慧，真实之际，真实利益，究竟圆满啊，这叫佛陀教育。啊，照法师僧照他是鸠摩罗什的学生啊，罗什大师里头有四个得意门生，僧兆是其中的一个。他有宝藏论，宝藏论是他著的一本书，大藏经里头有，这里头有一篇叫般若无知论，专门讲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那么底下说，以啊无为发生者啊，这是以真实智慧无为发生故。真实智慧者，摄相智慧，摄相无相，故真知无知。那无为发生呢？法性深也，法性即灭故，发生无相也。啊，那么发性深，这三藏法术有个简单的解释，发性就是发生，
为此法性之身遍满十方，无量无边，色相端正，相好庄严，以无量光明、无量音声，能度十方法身菩萨，是名法性身。法性身，我们见不到。那么这几句经文给我们一个概念啊，这是法身菩萨的境界，法身菩萨最低的等级是华严圆教初住菩萨啊，真正破无明才真发生啊。这个菩萨住在哪里呢？住在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啊。至于他住在哪一尊佛的十宝土，那是看缘分啊。在娑婆世界跟释迦牟尼佛有缘，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啊，释迦佛的报身好奴舍那，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好毗奴遮那。啊，奴舍那的意思，这都是梵语，是智慧圆满。啊，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等等啊，圆满的相好，有这些意思在。毗奴遮那的意思，毗奴遮那是梵语，叫遍一切处。此地所说的遍满十方，无量无边啊，色相端正，相好庄严，什么色相？法身没有相，法身能现一切相，现报身，度破无明正法身的菩萨。此地所说的啊，相好庄严，色相端正，相好庄严，在十法界里面现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度凡夫众生啊，就是方便土跟同居土的众生，啊，以无量光明、无量音声，能度十善十方的法身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啊，在哪里度？在十宝庄严。化身菩萨在十宝庄严土现身，身有八万四千好，有八万四千相，
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有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都有诸佛菩萨在讲经教学，现这个相。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观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的。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十方化身菩萨，他们的无明破了，也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了。虽然不起心不动念，我们从前面一直学过来，一定会想到起心动念的还有没有办法断掉的习气啊？你看见思烦恼有习气，尘沙烦恼有习气，无明烦恼当然有习气啊，习气多少不一样，带的最多的是摄住，最少的是摄地啊，到等觉就是最后一品，那一品断掉了，十八土就不见了。所以十八土怎么来的？无时无明习气变现出来啊，化身菩萨能在这个地方度这一切习气没有断尽的，就是无时无明习气没有断尽的众生，现身说法了，都可以称之为法性身。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3000年前现的身，也可以称为法性身。啊，因为他是法性身变现出来的。啊，我们见不到法性身，见到法性身变现的报身跟演化身。啊，三身是一身。一界是三，三界是一，啊，不能分的。法性即灭，啊，我们接着往下看。法身无相啊，无相，故能无不相。他能现一切相，不但能现菩萨相、声闻相、天人相，同样的，他能现畜生相，能现花草树木相，能现山河大地相，他没有不能现。全凭感应呐！有情众生有感呐，现在我们明白了，无情众生也有感。啊，所谓无情众生，一般讲他没有色，没有色身，但是他有受想行识。啊，所有物质现象，就像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啊，物质现象呢，每一个物质现象，形皆有实。
啊，每一个物质现象都有受想行识。啊，所以每一个物质现象都是活的。啊，换一句话说，他会看，他会听，他懂得我们起心动念。啊，甚至我们起心动念自己还不知道，他很清楚。所以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能骗人吗？啊，能骗鬼神吗？能骗这所有物质现象吗？啊，物质现象，我们桌子是物质现象，坐的椅子或者物质现象，我们这个房子是物质现象。啊，你看地板、墙壁、天花板，通通有见闻觉，这个见闻觉知，啊，有这个受想行识，啊，所以它是活的呀。去年，美国休兰博士到香港来看我，啊，参观我的摄影棚，告诉大家，通通有见闻觉知啊，讲台有啊，会看会听呐，啊，天花板会看会听呐，墙壁会看会听呐，地板会看会听呐，树木花草。啊，一个树叶都会看会听。啊，现在讲全是有机的，活的，它不是死的。整个宇宙是活活泼泼，为什么？自性是活的。啊，自性有见闻觉知，迷了的时候，见闻觉知就变成受想行识。这受想行识从哪来？从见闻觉知来的。见闻觉知是不生不灭的，是本有的。啊，明心见性的菩萨用见闻觉知，也就是说，十报土的菩萨用见闻觉知，没有受想行识。啊，方便土、同居土，统统是受想行识。啊，明心见性才真正转过去了，转回去了。啊，受想行识没有了，见闻觉知现前了。啊，那个能量不可思议。啊，无知，故能无不知。是故一切种子，即实相智慧也。啊，一切种子，就是宗教里面所讲的全知全能。啊，是对于上帝。对神的赞美啊，那么佛告诉我们，大乘讲的究竟圆满智慧，是我们一切众生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这一句话他没细说。具足什么？啊，世尊在《华严经》上
讲清楚了。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本自具足。啊，我们跟十方诸佛如来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德能，同样的才艺，同样的相好。啊，佛所有的一切众生通通都有。啊，没有说哪个多一点哪个少一点，没有，完全平等。啊，一个自性。昙鸾大师云：“相好庄严即法身，是化龙点睛之笔。”法身在哪里？法身无处不在。啊，看到吗？看到了。看到什么？一切法就是法身。变现的一切法不离法身，这个话不好懂，我们就以电视荧光屏幕来做比喻。啊，法身是什么呢？法身就是电视的屏幕。万法是什么呢？万法是电视屏幕上的影像，这就好懂了。啊，那法身在哪里？屏幕在哪里？每一个形象都是屏幕，它没有离开屏幕，它离开屏幕就没有了，它就不能显现。所以法身在哪里？一切法，能现一切法的就是法身。我们要在所现一切现象里面去体会到法身。啊，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啊，我们打开频道，画面现前。啊，从哪里现呢？从屏幕现。离开屏幕它就没有了。屏幕是法身，屏幕是自性。啊，这是真的。它不变，它不生不灭。啊，屏幕现的影像是生灭的，生灭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生灭确实念念都不一样。啊，每一个念头，每一个画面，没有重复的。啊，念念都是独立的。啊，从老式的电影，啊，用的是这个原理呀，是动画。用这个原理，啊，我们容易看出来，每一个念头不一样。啊，现在科技进步了，不用这些东西了，这都被淘汰掉了，啊，连照相底片都淘汰了，用电晶体。啊，我们不容易看见，啊，通通在面前呢。啊，所以昙鸾法师这句话说得好啊，相好庄严就是法身，啊，通通摆在我们面前。啊，就好像我们看电视，看电视，
没有看到屏幕，把什么屏幕忘掉了，注意力了，只是看到屏幕里的画面啊，不知道这个画面根本没有离开屏幕啊，正在看电视，屏幕在哪里？画面就是啊，相好庄严就是发生。如善导大师所说，这个底下这还有看啊，宗经录曰：“治理业也，转凡成圣。”啊，坚持一点呢，大地无寸土啊。这话什么意思？原来大地全是法身，就这个意思。啊，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个法身。啊，是多为净土，偏着于四相，然为之极乐世界不可思议所显，四相就是法身呐。啊，这是世间人对佛法没有参透啊。执着佛法来批评佛法了，认为净土宗没什么道理啊，没什么很深的道理，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了啊，净土里的道理可深了啊。那么这些真的不明白这个道理念佛也能往生，它妙就妙在此地啊。可是我们要是不把道理搞清楚了，我们的信心里头掺杂着怀疑，这个对我们伤害很大啊！所以我们比不上那些老太婆，她不要懂道理啊，她只想我念佛往生就可以了啊，懂那么多道理干什么啊？操那么多的心，她不要干啊！这真叫上上根人，我们不如他了，我们比不上啊！啊，所以还得要用经论来做基础啊，必须搞几十年，在经论上搞通了，搞明白了，信心足了，不再怀疑了啊！如果没有搞通，搞一辈子没搞通，还有怀疑，很可惜。来生不能往生啊，又去搞六道轮回啊，这样的人很多啊，不是少数啊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就要学那些老太婆阿公阿婆，一心念佛什么都不管啊，一天到晚他的事情就是念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放下了，放得干干净净啊，念得快快乐乐，满心欢喜啊。对什么人，你看这些阿公阿婆都笑眯眯的，真快乐，把极乐的样子露了给我们看，那就是快乐嘛，没有忧虑，没有痛苦啊！啊，他那个相已经透消息给我们了，一切时一切处，快乐无比。你要问他快乐从哪里？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快乐了。他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如善导大师所说的，直方立相
即思而证。啊，这是善导大师对极乐世界的赞叹。啊，对净土宗的赞叹，这个宗无比殊胜，直着方向给你看，西方的直方，啊，立向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这个思就是理，理就是思，理思无碍，思思无碍。啊，离是什么？离是真心，真实之际，真实智慧，这是离。啊，四呢？真实的利益。啊，三种真实，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不能分别。啊，明了之后啊，老实念。密宗所主，当向即道，即思而证，与善导大师所说完全相同。在大乘教里头，法门虽然很多，啊，四弘誓愿里面我们念到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无量法门到明心见性只有三门，啊，好像我们到达了，到达目的地了，我们进去，啊，比如说这个城要进去，只有三个门。三个门，无论从哪一个门进去，都一样，都是圆满得到的。啊，这三个门就是觉真净，这三门。啊，禅宗、信宗，他走觉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走这个门进去。教下，啊，华严、法华、法相，啊，这一些算是教经教，从正门进去的，正知正见，啊，从正门进去的。第三个是进门，修清净心的，净土宗是进门，心经则途径。密宗也是进门，啊，但是虽然两个都是进，净土容易成就，密很难。啊，为什么呢？净土宗的进是立一切相的境界，这个容易啊，密宗难。密宗是即一切相，他不离。即一切相里面得清净心，这个太难了。啊，所以密宗成就比我们高。啊，很难成就。我们成就没有他高，但是非常稳当。啊，我们到极乐世界，达到他的境界。没有到极乐世界不如他，到极乐世界跟他一样。啊，这些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在净土信愿持名这个方法就不会动摇了。啊，真的把心呢安住在这个地方，啊，再也不能改了，因为除这个法子之外任何方法我们都很难，都不容易成就。啊，
这个门叫易行道啊，难行之法啊，多少人修学这个法门，修学几年退心了，退转了，该修别的了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对于这个法门了解的不够透彻啊，所以深入经藏，能够避免这个过失啊，一改变一换别的法门，就注定不能成就啊，所以决定不能怀疑啊。又如令善财童子采药啊，文殊菩萨啊，叫善财啊去采药。善财持一茎草来啊，在外面随便拔了一根草给文殊菩萨啊，并曰：遍观大地无不是药者。哪样不是药呢？全都是，那随便念个就是。这个药是比喻性，明心见性。禅宗里面见性了啊，祖师大德要去考一考他，是不是真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拿来我看看。啊，你看无灯会员1700条公案。啊，也就像善财一样，随念一法。啊，那么老和尚在这里观察。他是有心还是无心？在这个地方做决断了啊，他要是有心有意，他没有见性善财童子采药，这是公案。公案，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故事。啊，佛门的掌故故事，无灯会员里头有这么一段。啊，在文殊帐里头，文殊菩萨有一天。叫善财童子采药啊，告诉他不是药者采将来啊，是药的不要采，不是药的采将来啊。善财遍观大地无不是药啊，没有一样不是药啊，却来白云啊，回来啊，向文殊菩萨报告说无有不是药者，我怎么才呢？全都是啊。那文殊菩萨说了，好，是药者才将来是药，乃捏一枝草度于文殊啊，在外面呢拔了一根草交给文殊菩萨啊，文殊拈其示众
文殊菩萨念起来，告诉大家：此药啊，也能杀人，也能治人。这个话的意思是禅宗立志讥讽语。经论里头没这个事情，找不到根据。这是禅宗里面的，举这个例子，这个药能杀人，也能治人。说的什么意思呢？说的是佛法。佛法是叫你开悟的，你只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你就得智了。你要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的发身慧命就死了。意思在此地。所以于一切法不能起心动念，不能分别执着。这个总的要把它记住。佛法你要是明了，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所谓佛法，帮助你觉悟的方法，会用全是，不会用呢一个也找不到。譬如说现在社会最普遍的是电视，哪个人不看电视？哪一家不看电视？不会看的，电视里面笑你也笑，哭他哭你也哭。你看这个东西生烦恼，甚至于你通通被他跟他学坏了。这就是杀人，杀的人要发生慧命，你永远不会开悟。如果是会看的呢？会看的会开悟啊，他是佛法了。佛法讲性是真的，相是假的，那电视就相是假的，相是生灭法，屏幕是真的。屏幕不生不灭，像现在屏幕上，生灭跟不生灭是一不是二，这不是佛法是什么？生灭原来就是不生灭啊！这意思是什么？相原来就是性。就像善财童子一样是要捏一根拿一根来那随便拿一根就可以那看电视是在参禅呢，看电视是在学教看电视是在修清净心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电视画面不是梦幻泡影吗？你能这样看法的时候，看个一两年开悟了，大彻大悟了，明心见性了，真的不是假的不会看的要学电影这些东西，将来都走三卧道去了。会看的明心见性成佛去了，同样一个东西在这里。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法法皆如啊！说如能如是会取，会是会意，
明白了，这禅密净土，即三即一，一就是三，三就是一，哪有分别的呢？那问题真的，宗门所说的，你会不会？会吗？啊，祖师考试学生，啊，测验学人，常常是会吗？会就入门了。啊，万法归一，一就是万法。不会，踏破铁鞋无觅处，你找不到啊。会的呢，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就在眼前，一切法就是，没有一法不是。过去，这也没多久，我在马来西亚跟马来西亚的华校的校长老师啊，那一天有400多人，我们聚会在一堂。我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报告，说了10个教学危险，啊，里面最后说到，诸佛刹土，教学危险，最后一句。极乐世界教学危险啊，说一桩什么事情？事出世间一切法，关键都是在教学啊。那么今天世界社会的动乱，地球的灾变。真的像汤恩比博士所说的，史无前例，达到饱和点了。啊，说在汤恩比1975年过世，啊，85、95、05，在2年就15，快到40年了。这40年。今天汤恩比没看到啊！40年前社会还算不错啊！啊，他要看要活年龄再多活40年，看到今天的他会伤心流泪。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也是教学教出来的。啊，谁教的呢？电视网络教的。啊，这在60年前，方东梅先生就告诉我，那个时候的电视是黑白电视，还没有彩色的。啊，在台湾只有3个电视台，现在台湾100多家电视台。啊，老师指着电视告诉我，这个东西。啊，你不要看清了它，它可以复兴国家，也可以灭亡国家。啊，电视没有善恶，完全看节目。啊，它是社会导师。把社会大众导向哪个方向，他干的。
啊，它里面如果是伦理道德，啊，正面的教育，这国家兴旺了；如果是负面的，啊，引一些杀盗淫妄，违背伦理道德的，会把这个国家走向灭亡。啊，老师嘱咐我，啊，这个东西不能不认识它。啊，那我们学了佛了，要好好利用它。啊，能够用这个方法来讲经，收的效果就非常大。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但是老师当年讲的时候，我们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不敢想象这个，这个东西用钱是论秒的，我们哪有这个力量啊？啊，我记得我讲经20年，我们才有一个小的道场，啊，在台湾50坪这么一个地方，啊，建立一个华藏图书馆，啊，但是不到1年，我们接受美国纽约的同学，啊，他们捐助我们一笔款项，美金20000块钱，啊，帮助我们设立一套是录像的设备，啊，我们奖金把它录下来，录像带寄到美国去给他们看，啊，所以我们就有个视听图书馆，啊，实际上我们用网际网络，大概将近20年，啊，电视。是谢总他们夫妻两个，03年啊搞成的，03年的元旦，华藏卫视开播，我都不敢相信啊！啊，他搞得很秘密，没告诉我。啊，开播前一个月啊，没有一个星期。打电话告诉我有这么一桩事情，我说好吧，很难得，我看看你，我在旁边看，能不能活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到了，我说看看能不能活半个月，不敢相信啊！啊，居然能够延续，今年是第11年。不容易啊！啊，影响确实很大。啊，那么全世界，如果能有10个、20个法师，啊，每一天讲经教学不中断，今天社会不至于这个样子。啊，就看你怎么教啊。这个电视台，我一再奉劝他，决定不能化缘，不能问人要钱，啊，不可以搞广告，这些他都做到了，啊，没有广告，不化缘，能够存在，啊，证明社会上确实还有一些人欢喜收看这个节目，啊，这个节目里面只是把银行账号打上屏幕上，啊，全世界热心人士，当然不是大数目小数目，
就不断地捐助啊，天天都有啊，他就能维持啊。啊，我把这桩事情告诉凤凰的刘长乐啊，跟我也是老朋友，我告诉他，他一天到晚为那广告苦不堪言了。我说我这个没有广告，电视台能维持下来啊，你也可以不必用广告啊，播一些正面东西嘛，啊，不必完全听广告商的要求嘛，啊，能播一点正面东西，有人支持你啊，不必靠广告啊。啊，我说这么多年的时候我们做到了啊，你也看到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啊，世间人喜欢这些负面东西，不是，是世间人逼不得已无聊拿这个来当消遣，哪里是真想看这个东西，真正有正面东西，人心是善的啊，我们汤池的实验确实证明人心本善，人是很好教的啊，所以说国家不要养别的，能养五六十个老师啊，真正懂得传统文化的老师，真正是了解宗教、熟悉宗教、能够讲经的这些大德，啊，总共有五六十人过了，够了，在国家电视台辟两个频道，啊，一个是宗教节目，一个是传统文化节目，两个频道，这些人天天在讲，一年，社会安定，天下太平了，不难。啊，除这个方法没有第二个方法。啊，是真的吗？真的。啊，你这个念头从哪里来的？我们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学来的。啊，极乐世界能够那么好，就是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没中断。很简单。啊，宗教里面讲的天堂，那都是理想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全靠教育。啊，完全是正面，没有负面的东西。所以神圣的教育，啊，这些东西是不要了，你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拯救社会？啊，找不到第二个办法。这是事实啊。啊，我们汤池做的三年的实验做得非常成功啊。啊，当时地方政府领导要撤销我们，我们没办法。我们原来的本意是希望政府来接收。啊，我们把这个中心老师啊、同学啊、资产全部送给国家，希望国家呢继续经营。我们是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大家都知道。啊，因为这个事情是政府的事情，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干这个是被联合国逼出来的，啊，做出来是让联合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管用，就是说明这种事情。
啊，让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升起信心。啊，那么念老，在这个第三卷开头，把这个这一卷的内容概略的介绍，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一堂呢，我们就学到经文。